什么事儿？本身上一次那批货卖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钱不是给你了吗？还有什么事儿？老家出点事儿，我这儿还有10公斤，价格比上一次少一半，你要不要？要，但我也要得起。20分钟后，你到。胡不正当！不要！你干嘛？胡不正！阿姨，哎，白姐在家吗？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白姐生意上的朋友。她不在。哎，她去哪了？你知道吧？不知道哎。那她有时候什么时候回来吧？没说呀，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小妹妹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妈不骗人，妈妈要回来。你怎么知道妈妈要回来？妈妈昨天晚上还告诉我一个月后就会回来的。姐姐是警察，姐姐今天就帮你把妈妈找回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妈平时都去哪儿啊？妈妈经常带我去幼儿园旁边的卡拉 OK 找温叔叔。你们俩在这儿盯着。你怎么不盯着？让你盯你就盯着，咋那么多废话？粗糙的，你看这弹体形状，口径是7.6毫米。我能不知道这是什么呀？前两年打掉的进洋灶，你不也参与了吗？哎哎哎，你干嘛呀？出去！除了技术人员，其他人员不准进去，这都不懂啊？你也不是技术人员，我是领导。报告领导，按照规定，非技术人员，即便是领导，也不能在技术人员勘察完现场前进入现场。刘队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陆队，我路过，上来看看。现场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陆队，土枪。
老板，下午的时候有没有一个1.8米左右的男的走进那边那个巷子？下午的时候还是没注意看，那么多人，人来人往的都没注意看到。下午2:30左右。2:30左右，哦，好像是有个人，有个穿红衣服的人，像个老板的样子，拿着一个大锅大，风风火火的走进那巷子里面。那就那个巷子。他从哪儿出来的？那边有个餐馆，你们可以去问一下。哦，谢谢老板。走。谢老板。是拿了个大哥大，但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。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，他很少来的。跟他吃饭的那个呢？黄老板，黄老板是常客啊。黄老板叫什么？全名？全名我不知道，我们都叫他黄老板。你怎么就知道他是老板啊？干我们这行的，见到谁都叫老板。一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们。这边我也会派人盯着呢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赵有南。你对痕迹学很感兴趣啊？我之前当过兵。什么兵？特务连，隶属于特战团。我平时喜欢研究这个。你们回去把情况给刘队汇报一下。嗯，这边交给我们了。是。去吧。这个是海宁大学根据我们的样本给出了鉴定报告。海大的教授建议我们把制毒者锁定在国内专门搞化学研究的人群里，因为这项技术至少是属于博导级别的。现在最重要的是，虽然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成分，但有一点确定无疑，那就是不含麻黄碱。啥意思啊？意思就是，截止到7月20号之前，国内外制造冰毒的原料是麻黄碱，而这一批没有麻黄碱。那这其中的成分是什么呀？我们也不知道，海大的教授正在做分离试验。今天卡拉 OK 厅的杀人事件和720案直接相关，很有可能是杀人灭口。你俩都有事干了。陆浩，命案高于一切，你带两个中队全力以赴找枪手。刘源，你接着追毒源。白洁肯定不是唯一的贩子。二位，现在是要和毒贩抢时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。都处理干净了。你确定吗？哎呀，放心吧。阿张，你人在三平，你让我怎么放心啊？阿伟，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打算休息一段时间，你也别干了，到外地去散散心。3个月之内不准回来三平。喝点水。哎。累不累啊？累也是值啊。可是我不想让你太累，钱够花就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老天爷为什么给咱们一胎3个孩子，还是儿子？你又来了。这事我说多少次都不为过啊。君正上，这是咱俩的未来，咱们做父母的再累都是值的，知道吗？阿伟，我是希望我们全家人可以平平安的在一起。不早就实现了吗？你要有更高的追求啊。Understand？ 你先去睡吧，我等一下回来找。好，那你早点回来。Good night。Thank you.
说了，我错了。我以为你们被调着抓了呢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长哥，都是我不好。小鸡，他说从市里面来了点新东西。谁说的？你说的哦。哎，长哥，别的，我就想说弄点尝尝，给长哥增加点货源呢。但是长哥，说实话，我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纯。
和咱们碰的一般的病人完全不一样，我就那么一点点，搞了半天没缓过来。这个，哪来的？不知道，从外地来的，突然就来。哪那么多突然就来了？一切失误都是从量变到质变，赶紧给我搞清楚哪来的。好，马上。还是不像，哪儿不像？这个也说不清楚。你不说清楚，我怎么画？老板，你这样，你闭上眼睛好好想想，脸上有没有痣啊、疤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有标志性的东西啊？没有，都没有那些东西。拿着，你看这个嘴像不像？啊，对，嘴巴是对的。鼻子呢？鼻子也不对，但是鼻子是胡杨鼻，大富大贵的人。眼睛？眼睛也不对，他的眼睛是很有神的，但是眼角不是这样的，他眼角是这样一点，这样一点。你赶紧改。警察妹妹来了，老三，你咋来了？我来问点事儿。怎么？姐夫是做生意的，认识的人多。你看他认不认识这个黄老板？谁呀？我看看。来，喝点东西。不好。来，这是你最爱喝的。三瓶就没有，我不认识。这不电信公司黄主任吗？你确定？黄忠伟，画的真像。咱们为什么不上去找他呀？上面有孩子。有孩子怎么了？黄主任，不认识啊？公安局的。哦，你们是不是找我办手机号啊？我现在没在电信上班了。黄宗伟，你自己干过的事自己不清楚吗？我干过什么呀？我以前给朋友办一些靓号，我没收钱。你是不是打过号啊？没有，我们以前正式工不干这个。没有。你们找我，就问这事儿吗？前天中午你干嘛去了？跟一个朋友吃饭。什么朋友？贺鸿章。你跟他什么关系？就朋友介绍的。他以前找我办过大哥大，然后说请我吃个饭。在哪里吃的？老地方闽西土家菜。吃到几点？具体我忘了，大概也就吃了一个小时左右吧。这个贺鸿章是干嘛的你知道吗？就一个小老板，平时卖台湾保健品什么的。你们平时怎么联系？打他手机啊，或者传呼。
有电话吗？号码？有啊。我不知道他给过一个名片，不知道他在不在。那天吃饭他有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就普通聚一聚嘛。我估计他也不是诚心想请我吃饭的，有诚意就不会去这种饭馆了。那个饭馆你是常客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办大哥大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就随便说了一个，别让人破费嘛。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？那天警察是这样啊，我跟贺鸿章确实就是就办个大哥大这样的小事儿，平时没有什么交际，他不会是把我给他办的大哥大号做了什么非法的事情吧？您可以直说，您没必要绕我进去。其实这是我问你，不是你问我，搞清楚啊。你们大晚上，我本来约了朋友去喝夜茶的，你们把我叫来，我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。现在你们要没事的话，我得赶紧回家了，我爱人还有三个孩子等着我呢。我们平时联系你是找你单位吗？我停薪留职了，打我家坐机就行。你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停薪？我停薪留职不犯法吧？我老婆一胎生了三胞胎，我压力很大，电信那份工资我觉得不够，所以办停薪留职出来闯一下，包包单车比摩托嘛，这不犯法吧？不犯不犯。行，今天到这儿了，你应该回家了。啊，找朋友喝茶。那名片没用，留着留着留着啊。去，走了。啊，辛苦你白跑一趟哈。手机号码不能再用了，也不要再联系我，有事我会找你。车吗？
撒了泡尿。哎，我去那边看去。65号，旅馆。不瞎。喂喂喂，干嘛呢？啊，师傅，我们是下周来的，想找贺鸿章，你认识吧？我这没有这个贺鸿章这个人。这不是环球贸易公司吗？都是一些皮包公司聘使的。你看我这上面几次家，都是皮包公司。啊，那贺总您认识吗？啊，贺总我认识，啊，不在这办公了。但是他有包裹，经常到我这，每次来呢，他都会给我100块钱。哦，但是他的包裹是有那个美国的、日本的、台湾的，他会带一只烧鹅给我。他今天也来了？来了，5点钟，也带了一只烧鹅，但是他没给钱。还有这花生米。跟酒都是我买的，那他家住哪您知道吧？啊，骗子公司他能把家庭地址告诉你吗？那这个座机电话呢？打过吗？啊，这是我们收发室的电话，我有急事我会扣他的，他会是回来。扣机电话你还记得？哦，好记，158。158。88998。88998啊。对。好，谢谢您。谢谢师傅。师傅好。老板，打个窗户啊。嗯。你好，请呼88998。贺总，请速回电。啊。记住我教你了吗？贺总，你今天怎么没来找我呀？啊，你谁啊？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了呢？好，小美啊。对呀。管你的吧。他还挺警觉。哎，两位。你之前说贺鸿章用的枪是土枪。对啊，你要查枪？我之前看过制枪案的卷宗，土枪的零件都是分开制造，分别购买，最后组合在一起。对啊，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查零件啊。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那案子我参与过。烧了吧，哎，对，还有这些烧完了就没了。最后你要检查一下那灰里面那些纸烧完了没有啊？好的好的，我会仔细先拿的。周叔啊，哎，这两天把厂门关了点，然后你给村里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回去一点。那这个厂房也烧了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给的租金我不开，谁也管不了我。你一烧，消防公安一来，没事找事吗你？哪个车间的？调配车间的。
还有吗？没人了吧？我发誓，就拿了一把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以前拿过没有？没有。啊、哦，这第一次啊。对。怎么称呼你啊？阿伟。阿伟啊，抱歉啊，我在厂子不干了，有什么打算？回老家。哦，老家在哪？附近呢。啊、哦，那这样吧。这个就当作是赔偿吧。啊，不，我敢要，不敢要。拿着啊，钟叔，按咱们老家的规矩啊，明天他要上路了，那就给他一个红包，好不好？啊，谢谢了。对我千万别说啊。我好像不跟任何人说。好，我不说，我绝对不说。去吧。谢谢老板，真是好人啊。那跟我去拿红包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清干净啊！我也没跟你说过，工作安全是重中之重，最重要。哎，对不起啊，阿伟啊！哎呀，这伤！是破晓，向着地平线全力奔跑，就算在风中跌倒，伤痛终会有回报。黑夜尽头是破晓，向着地平线全力奔跑。
正好。